你好，我是 MyFM 的 Jim 庄敬义。那今天呢，非常的悠闲，可是呢，我的任务却是很重要的哦。因为呢，配合这个 MyFM 以及 Revive Isotonic 的爱心回馈华校呢，就来到了乌鲁雅木的重置华小，那就要看一看啊，这里的这个情形怎么样啦？然后同学们上课的状况啊，还有一些什么部分呢是需要维修的，马上呢来探访一番呢、啊。想知道一下，其实重置华小大概，几岁了？我们重置华小是从1931年创校、到现在呢，应该也有80多年。对，之前的校舍是比较简陋，现在呢开始 OK 比较进展了哈，那些校舍比较新颖，但是跟别的学校比较还是比较残旧了一点哈，所以很多设备呢还是需要改善的。OK， 那其实我刚才看了就是教室，那发觉很多教室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会比较昏暗。对。那为什么这昏暗的状况是因为门都关起来，然后窗口都关起来，这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外面的阳光很猛烈哦，那有反光，那么学生呢会照射到学生的眼睛啊，影响他们视线。那么另外一边呢，因为关了窗帘啊，变得很暗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是想希望呢麦 FM 还有。能够给我们一些支柱咯、就是要建一些垂帘呐、垂帘呢可以遮到阳光，那么使学生上课的环境会比较优良一点了哈。OK， 就是垂帘就可以遮阳，然后又可以遮雨，遮阳遮雨了，然后遮这种永久性的啦。所以最主要的就刚才你说的那个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要有垂帘，就是让孩子们呢会有一个更舒服的环境、宿舍环境去上课。那另外还有什么一些问题觉得现在是很急需去改善的？我们的桌椅有一些都很陈旧了，因为相当多年了。这个是半津贴的学校哦，很多都是要靠外面热心人士或董事部教学啊、来协助咯。希望呢学校能够多建一间那种多建一间新的厕所、给学生方便学生咯，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走很远的路才上厕所。对，而且很多学生就是讲上厕所的时候又可以趁机去溜一下再回来，所以靠近的话就不用溜这样久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啊，对，能够把学生留在教室里。那我们就希望呢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听到更多好消息来自重置华小啦。那还有呢，就希望我们这一次 Revive 还有 MyFM 的这个回馈华小的活动，真的可以帮到重置华小。当然也要感谢啊、非常感谢 Revive， 也感谢这个MyFM 啊，给我们很感到荣幸啦。我们重置华小能够有得到这些帮助了哦。哎，谢谢林校长跟我们分析的现在呢重置华小所面对的问题，还有需要改善的部分。那希望呢你一起来帮助他们啦，只需要呢购买这一个24罐装的 Revive Isotonic 或者是 Pepsi 百事饮料啊，那其中30%呢就会捐助给我们有需要的华小啦，帮助他们。OK， 那当然呢也希望你加入我们的这一个行列，就是 MyFam 以及 Revive Isotonic 为你呈现的立威回馈华小活动啦，谢谢你。响应立威爱心回馈华校，凡购买一箱24罐装立威 Revive Isotonic 或 Pepsi 欢庆新年，其中30%将捐给受惠的华校。立威 Revive Isotonic， 热出新年新希望。